哟，欢迎来到做事了频道。最近我看到一个游戏非常的火红，很多小孩都在玩，它就是 Roblox。坦白说，我是没有玩过 Roblox 啊。不过为了你们，我去下载，然后就开了一个 Roblox 账号。看到这游戏这么火，不玩好像对不起自己啊。而且我也算是最特别的 YouTuber， 因为我看到很多 YouTuber 他们玩 Roblox 啊，都是用电脑来玩的，而我却是用手机。对啦，没有错，因为玩电脑哦，玩久了我头会晕啊，而手机屏幕它比较小，不会那么容易头晕。而且今天我要玩 Roblox 里最刺激的游戏，也就是 DOS。DOS 这个游戏呢，就是你要顺着门号进去就对了，对，就是那么简单。可是呢，在游戏的过程中，你要躲避那些鬼魂，而你要怎样躲避呢？就是躲进厨里，躲避那些鬼。所以我们废话少说，马上开始吧。我们来到这个游戏了，在游戏的开场啊，还有写着那些警告，就是说这游戏含有闪灯、嘈杂的声音和恐怖的场面，不是给小孩子的。而且他说这游戏和声音有重要的关系，我们建议戴耳机。哦，幸好我戴着耳机。然后还有说这游戏还在 Alpha， 很多东西都会改变，好容易出现到故障哦，所以会有很多故障问题啊。会出现很多 bug， 不要怪我啊！大家可以加我为好友哦，我的账号名字叫 Joshua YT 1006，看到吗？是一个很帅的一个人啊，有个红色的头发，然后一个微笑的脸，穿着蓝色的 jacket， 红色的裤子，简直就是潮流的顶端。有人会想要跟我组队吗？其实，是我没有朋友哎，看一下有没有人要跟我组队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真的是有人会跟我组队耶！没想到有人会想要跟我组队，太开心了啦！我以为我是孤单的玩家，没想到我还有同伴的。来呀来呀来呀！哇，自己变成第一人称视角。我知道这游戏首先一开始是要拿钥匙，因为我也玩了一点点。哦，他去帮忙拿钥匙哦。哦，走。走，我好像走很慢的，可是这个是我正常的速度来的，哎，跟着他们走就对了。团队，我们是团队。哦，哎，登山鸟是要躲进处理是吗？接着，对，躲！我没有想到我是第一个死的，全部人都已经躲进处理了，只有我还没有躲进处理。是按什么躲进处理啊？为什么我躲不到呢？诶，我还有的复活啊，没有啦，要花钱干，要花钱的，没钱啊，但是这个只能重新来过啊。哎呦，我伤心哦。哎，再看有没有人想要跟我组队啊。哎，有人吗？有人想要跟我组队吗？没有人哦。有没有要跟我一起组队呢？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组队啊？哎呦，有，哇、哦，有人要跟我一起组队了，太开心了啦！还差两个，还有一位，还差一位，三位应该都可以了，两位好像有点少，多，只有两位，我还以为会有三位，没有关系，我觉得我们两个会通关的。躲进处理，为什么我刚刚躲不到啊？那么奇怪的，这三小正在等待人，所以我还不能出去吗？那个人卡机啊！他来了，来，去拿锁匙，交给我吧。先学一下怎样躲进处理啊。对呀、啊，这样子就是躲啊，然后再出来啊。为什么我刚刚我躲不到？奇怪。开始喽。走喽。为什么我的同伴呢？我的同伴去了哪里啊？我都没有看到我的同伴的，躲进处理。我好像看到那个登山了，登山了就是要躲、啊。是还没有是吗？是我误会了、啊。48，记住48。有呢，47。我同伴呢？为什么只剩下我一个？操！我同伴去了哪里？47哦。46，现在去46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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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来哦，那个不翻哦。来哦！哇！你可以出来了吗？应该可以出来了。出来！没事。操！吓我一跳！为什么？喂！为什么？他不是……啊！他不是应该煮掉了吗？是什么？喂，我要死了喂！喂，我真要死了！操！老爸！喂，我要死了，怎么办？喂，不要！四三，来呀，躲进去！哇，躲！我死了啦！我才挑战四十三而已，这里有没有什么生命值的呀？然后再等躲一下再出来。鸡巴！是不是等躲一下，他那个鬼才会不见啊？是我太快出来了吗？重点是我的同伴呢？我同伴去了哪里？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我的同伴哦，太伤心了。有没有人要带飞我啊？哦，这边有两位了，三位可以了，四位了。我没有同伴了，这次刚才那个同伴不懂去了哪里，你知道吗？这次我一个孤零零一个人战斗，这次我全部都交给我同伴就对了，我只要跟着就好。来了，各位来，我跟着你们的。来，你们去拿钥匙，我全程跟着你们。我是不是应该要做一点贡献啊？比如说拿这个灯泡。诶，我拿不到的。为什么我拿不到？是不是有人拿了的意思？我拿不到的，算了。哦，有啦，他拿这个。哎、欸，开个门那么久的，我、哦、来，直接拉杆就是交给你们了啦。我只要躲进处理就是了。啊，跟着你们走。哦，还要这样子。蹲着向前走，哦，起来，喂，去哪里？哦，喂，你们躲进厨里吗？还没啊，鸡掰，我觉得是要躲进厨里是吗？啊，是啊，我看到我的同伴躲进厨里，哟，啊，我看到我同伴出来我才出来，不然我不要出来。我看他出来了，我同伴出来了，同伴，走吧，同伴，喂，我跟着你们的，我难道去找门了？诶，还要找钥匙的，是不是四人游戏会比较难啊？因为还要找钥匙的。诶，要躲。幸好，靠你们的同伴，我是一个没有用的同伴。快，我同伴去哪里？同伴，喂，不要离开我，我在偷命啊！不要离开我。回来，真的是回来。我真的要听那个戴着耳机才可以听到那个声音，哎，不然听不到。如果我有像有感鼻电那么厉害就好了。哦，哇，他们找到了，来，跟着你们就对了啦。再下去，哇，这个游戏很，哦，要躲。要躲！哇，好刺激哦，刺激啊！我一定要通关！我跟着这个带着手电筒就对了。不要来呀！除呢？
过来，是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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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同伴出来了嘛？他应该是出来了吧？同伴，你去哪里？喂，你们在哪里？喂，你们会不会在这里？我找到你们了，你们不要离开我啊！我听到声音了，躲进厨里面。喂，这个厨躲不到的。操！我要死了吗？啊！信号，信号，哇！那信号，信号，信号，拆古典啊！我是拆古典。啊！我不是已经。这个不是镜子画面，就是在怀疑人生。我明明已经躲进厨里了，然后我不小心按到向前走，然后他就跑出来了，然后我就死了。我已经差不多要过完关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再试多一次吧，各位，我试多最后一次好不好？最后一次如果没有通关的话，就没有办法。对，我这次真的是要认真了。坦白说，是我全程都在认真啊。来，跟着你们是三胞胎，你们三个带我飞就是了。哦，登山了，登山了，是不是要躲进厨里面了？应该还没有到啦哦。喂，三胞胎，走啦！可以，跟着你，击败了，走，躲进厨。哟，够恐怖了啊！哟，你看到吗？哟，还不要走。三胞胎，这次是三胞胎啊！OK， 我是跟着你的，走啊，白痴哦！三胞胎，操！我们一直在扣诶，是三胞胎，好像笨笨的。我操，还不走吗？开啊！还等什么？喂！躲进厨，躲，鬼要来了是吗？你是不是要来了？就好像没有要来呀！喂，他在等我，他在等我！鸡巴，现在鬼才要来！有！哦，差一点！操！喂，这些都你们负责开就对了啦。我要找钥匙哦。帮忙找一下，贡献一下，但是找不到啊，这是什么啊？啊，还是你们来啊！我跟着你们就对了啦。干！又死了！喂，快点啊！我还是觉得刚才那一个同伴上一组的同伴比较强啊，是不是其他同伴都死了，剩下我们两个耶？加油啊！加油啊，兄弟，你一定要带我飞啊！兄弟，我还以为你会带我飞。兄弟，真的好难过啊！我还以为那三胞胎能带我飞，结果我感觉那三胞胎笨笨的。哇，剩下他而已，希望这三胞胎可以过关了。到底怎样才可以躲避那个？哎呦，这个旁边那个黑色的，是不是不要看他就可以了？他现在进20了，哇！三胞胎里面你最聪明啊，这个16，哇，厉害哦！我们团队的希望就在你身上了。哇，赶快躲啊！我现在看了妖王也是蛮兴奋的哦，希望我给你死了，我有团队的精神，我在默默的支持他。哇，这个鬼够恐怖的啊！2000 years later， 他过关了耶，他还剩下5道门哦。还有4道门哦，还有3道门，快哦，还有2道门，快点啊！啊，他要找钥匙啊！哦，他找到了，一来就找到了。哦，还有2道门哎，他就通关了哎。哦，找到了。哦，拉杆，走，最后一关了。这是干嘛？最后一关？这是什么？恭喜通关！他不会动了，就证明他已经通关了。喂，有故事的哦！哦，可以来到这个地方。哎 ，Hello， 这三胞胎其中一胎，现在我在跟他在一起耶。哎，
还有的吗？嗯，不是已经完了吗？不要跟我说还有的，是什么意思？原来我看他玩还有后续的，全部都是他带飞了，我跟着就对了。看来他应该是玩过很多次，他都知道要干嘛要干嘛了。你看，都是他在找，我负责看。哇，还是你厉害啊！你看，哇，还找什么鬼啦？找完了然后呢，一间一间找了。那我是不是也要帮忙找一下？这个是什么？找一下出。哦，有一个东西，这个呢，找一下，拿到钱。哦，又有很多这些东西，这是什么？躺在床上。哎，我同伴呢？怎么暗暗的？我操！哈，还死啊？干，又现在变成我再看他玩多一次。哦，原来是要50跑去零，又从零跑去50，原来是这样的剧本啊！最后呢，应该就是没有了吧？哎，还是返回大厅了，不再看你玩的了，大哥，若今生与你同在。OK， 所以呢，大家如果想要和我一起玩 Roblox 的，可以加我为好友哦。我的名字叫 Joshua YT 1006，肯定会接受你为好友，请带我飞，因为我是菜鸟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玩 DOS 的第一次的经验，蛮不错，好玩的，但是有点难玩啊。自己排的也是有够长的，那我们就到这边啦，我们下集见。